妈，你就放心在这儿住下，家里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，男人都靠不住的，以后我养你。妈，我可是个例外，我专一得很。唐璟行，今天如果没有你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算你有意思，遇见这么优秀的，真行。唐总的声音好冷漠啊，我本来想跟你聊几句的。我并不觉得有内容可以和江小姐聊。那如果是关于蜜初夏的呢？